天这枚是文大的美女，只能说文大真的是出人才济济啊，真不知道上课时坐她的旁边该怎么好好上课。波浪服光是坐在那边偷看她整节课，我也觉得转 XDD 怎么好像有点变态。波浪服虽然年纪轻轻的，却已经有名模的气质了，出淤泥而不染的感觉让人觉得可远观但不可亵玩焉啊。虽然已经仙气爆棚，但隐藏在绝对气质的外表下也是很凶的啊。哎，波浪服看下去就知道，和马来西亚正妹，毕业于中国文化大学全球商务信息化学科，现居上海，五官精致，轮廓美艳。现居住于上海的台湾正妹，1995年出生于台湾，赵家和有着精致的五官，让各位小伙伴垂涎的轮廓，再加上他那有点野性的性格和表现出高冷的状态，使之完美诠释了女神的气质所在。年龄 ,22, 属狗，生日 ,1995 年1月5日，星座摩羯座，血型 B 出生，台湾台北市，职业模特，兴趣旅行美食。详细资料和台湾正妹，毕业于中国文化大学全球。And now I know my heart is a gold